大家好，在今天大家一直期待的古装剧《梦华录》终于官宣定档，将于6月2日在腾讯迎来首播。这部剧是由刘亦菲、陈晓领衔主演的，故事上是一部女性励志剧，讲述了杭州茶坊女掌柜赵盼儿在喜获未婚夫欧阳旭高中探花的同时惨被抛弃。不甘心的赵盼儿是要上京讨个公道，在进京途中相继救下了宋引章和孙三娘两位好姐妹，未能在汴京生存下去，聪明内敛的赵盼儿与好姐妹合开了一家酒楼，并在此结识了皇城司副使顾千帆。在历经奋斗的艰辛与人生的历练，赵盼儿逐渐放下了对欧阳旭的恨意，与顾千帆共谱了一段跌宕起伏的爱情佳话。《梦华录》定档6月2日首播，记得订阅我们哟。